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清谈国学歌风雅的主持人陈佳。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邹鲁礼义帝母教初圣贤。周易家人卦是讲家人的角色与责任，就是家道的内容。这一卦的彖传说，家人有严君焉，父母之位也，说明父母在教育子女方面有共同责任，所以说父母都是严君。严是指教育子女必以正理，自身坚持原则，言行一致。象传所云，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，就点出这个意思。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圣贤人物，他们多受母教的重大影响，这印证了家人卦千古不易的家道观。这里是山东曲阜市，是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的国都，也是孔子的故乡。曲阜孔庙的大成殿供奉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神像。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，而《论语》是中国历朝历代影响最大的古籍。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，由年轻的母亲颜征在抚养成人。孔子自言年少时社会地位低下，做过许多社会下层的工作。孔子年少时经常陈设祭礼所用的礼器，以学习礼制仪容。十五岁便立志努力学习，这些都应来自孔母的支持，这也成为孔子日后治学的大方向。其后，孔子及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大成，成为儒家的创始人。后人说，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。如果没有孔子，则人类依旧生活在动物的层次，看不见光明。这里体现中国传统理性精神的孔子思想，让人类将礼义作为规范自身的根本，从而过理性与文明的生活。孔子十七岁时母亲逝世，年仅三十多岁，孔母的言传身教对孔子的影响是终身的。孔子对中华文化的巨大贡献，可以说母教是非常重要的助缘。长夜空开始我怀旧思，明月落相对念母亲，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玉，怀念怎不比莫金，长夜空开怎冷夜半日，遥路远母亲爱心又善将碧玉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亲恩应该报，应该
识取巧头，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旁，轻弹曲韵梦中送。长夜空开怎冷夜半日，遥路远的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又善将逼怨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。长夜空开怎冷夜半日，遥路远的海是母亲爱心又善将逼怨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。亲恩应该报，应该识取巧道，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旁，轻弹曲长夜空开怎冷夜半日，遥路远的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又善将逼怨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。这里是邹城市孟庙的亚圣殿，供奉着亚圣孟子的神像。孟子在宋代开始受尊崇，唐代以前周公孔子并称，宋代以后孔孟并称。三字经有云：昔孟母择邻处，子不学断机杼。孟母三迁的故事带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。孟子小时候家住坟场旁，孟母看见孟子模仿筑坟墓学哭拜，便搬家到市集旁，看见孟子学人叫卖，又再搬家到学堂附近，看见孟子学习礼义，守规矩懂礼貌，才定居下来。此外，《列女传》记载，有一次孟子下课，孟母问他学了什么，孟子回答说跟过去一样，孟母立刻剪断了正在编织的布，并告诫孟子，荒废学业犹如这剪断的布，变成了没有用的东西。好好读书就像织布一样，最后织成的布才有用。孟子听后遂勤学不止，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阐发者。孟子一书也并《论语》成为儒家必读书。孟子所言的良知良能、四端之心、尽心之性、浩然之气等等，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，而且是心性之学的源头。孔孟两位圣人背后都有母亲颜君，从而得以深修而学成。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母亲孕育了每一个人的身体，母爱撑起了一个个家庭，而母教决定了每个人的人生起点，以致成德成才的方向。
寒风起的夜，还没下的雪，梦里我又回到那个明媚的季节，你对我唱着歌，我和你聊着天，不知不觉日子已经这样多少年。你曾牵着我穿过这条街，我脑海中天马行空，只有你了解。摇摆的秋千，快乐的童年，你是故事之中让我温暖的一切。你把所有的陪伴全部交给了时间，白天里你忙碌，夜里轻轻说晚安。你把所有的陪伴全部交给了时间，就这样陪着我在这五彩的世界。就这样陪着我在这屋里